兄弟们，晚上好啊。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一个短信，说是一个老同学，想请我吃宵夜今天。然后我也不认识他是谁，然后我就他这个短信里面也有定位地址什么的，叫我过去。然后我现在就过去吧，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吧。还有1公里就到了。前方1公里到达目的地。就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呢，不知道今天的宵夜好不好吃呢？他请客。差不多到了。是什么地方啊？怎么那么偏僻呀？吃个宵夜都要来这种地方吗？前方500米到达目的地。快到嘞！怎么越走越黑呀？这条路。哎，这边，对，没错。转过去就是了嘛。好像不像吃东西的地方啊。什么车都没有，前方200米到达目的地，请小心过时。快到了吗？在哪里呀？接近目的地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哎，是不是这个路口？到达外部传哎，入点好像是这里。目的地在您左侧。本次导航结束。哎，应该是这里吃宵夜的吧？我操！这种地方来吃宵夜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种地方是吃宵夜的地方吗？哦，就停在这里，这是吃宵夜。地方吗？不像哎，要不要去呢？兄弟们，要不要去呢？既然来到了，就去吧，看看里面有什么样，有什么东西。好，走。然后我也是拿这个红外夜视 DV 出去的，然后先把这个，这种地方吃宵夜，不像是能吃宵夜的地方，一点灯都没有。难道他在里面埋伏着我吗？这是驱虫水。我操！这样的钥匙，他妈的，这么垃圾的钥匙！
他妈的路都看不见，开点灯吧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切换这个画面。前进，我看看这个人，这个老同学，他到底找我来这种地方吃宵夜是？我操，乱了。他妈的锁都断了，哎，忘了一个东西，这个看到吗？没开机呢，看到27度，车里热，可能刚才，啊，我一样放在我的肩上。操，这什么地方啊？吃宵夜要来这种地方的吗？连个灯都没有。操，什么声音啊？谁？诶，从房间里面传出来的。诶，这是什么？诶，刚才声音呢？我先把那个镜切一切。没有啊。看这是什么？哦，哎呦我操！是不是拿来上吊的这条绳子？哎，这里没地方可以上吊啊！可以反光吗？这个玻璃？看到我的后面了吗？不知道你们看清楚没有？照一下门口，门口在这边，有东西吗？拿来上吊的绳，这边呢？这是外面的吧？你出去，先出去。我操！
路都难看这种地方。我操！诶，什么反光？可能是个牌子之类的吧。哎，这里可以上吊是吧？这是不是断了的绳啊？可以，绝对可以。不过这个高度好像有点低，上吊可能死不了。那反光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还是到这间房子里面先看看吧。这是我的车。喂，我看到了，北京嘉盛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。咦，看看是什么鬼？我操，这么高的吗？这是大门吧？那么多草。看里面有什么？是个大厅，有后门吗？好像没有后门呗。会议室就从那边走，看看有没有后门进。这里很高的，我操！喂，怎么掉下来？刚才，哎呦我操，有只虫子。这是黑板吧？我后面还有，来这里。诶，那是什么？监控？不像。看这里，这是什么房间？
里面，向里面搞错方向。怎么那么多飞虫啊？我不是喷了去，哎，这里有幅画，看这幅画没有？这边同样也有幅画。好吧，我昨天不是昨天，上次探险不是有这个灯吗？然后呢，这个灯就是可能开一段时间呢，它就不来。那我现在就摆在门口，等一下我探完我再走。你们在的，你们如果等一下看我那灯，这盏灯是开了，现在是开了的，把它关掉。这盏灯是开了的，彩色，这盏灯是开了的。啊，然后我就摆在这个，摆在这个门口。你们看到这盏灯了，尽快进来啊！我如果不想我出去的话，就把这扇门关掉，好吧？就这样说，说定了。这里的灵体，听到吗？听到，把门关一下。先过来吧，你们先过来吧。我继续，我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哎，这是日历，什么时候的日历？兔年大吉。哎，没年份的吗？哎，有了有了，2011年，我确定一下，我开灯看一下，对，2011年。2011年的日历，证明这里废弃了许久。水管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易拉罐。什么字啊？看不清啊！哎，冰什么？我开灯看一下。冰糖醇，娃哈哈冰糖醇，哦，营养八宝粥。我那盏灯还开着，关门呐！你们他妈的给我关门！不关门是吧？不关门我出去了。这里应该是一个一个的办公。看看有字，这是，哎，刚才那个扇门写着什么字？没注意看。没写。
接待室，接待用的。说了。那我就看看里面有什么。我操，怎么黑的，什么都看不见呢？镜头反光，哎呀，不行，太黑了这个。妈的，我看手电筒。我操，我手电筒都看不见有什么。看到一点。算了算了，这个门进不去，接待室进不去，那我们就去下一个。很大这个地方。哎，经理室，经理室没锁。锁了，窗户啊。看看就算了。我操，有东西耶！要不要进去？兄弟们，我们要不要进去？有没有好一点窗户？那接待室应该也有窗户啊。对，也有窗户。哦，他的窗户锁了，居然。锁了就算了吧，看看经理室，进去的话有，这是什么？酒杯，我，哎，有张凳子，爬进去，爬进去的我就切换一下。我操，经理室还可以通到那边去的。哎，有钥匙，我是不是傻的？不行，还是要爬进去。看到没有？哎，爬进去吧。
好，我们来到了这个经理室。经理室呢比较大，还有后面的这门呢。然后我们同样的跟刚才一样，就把这个灯放在这个窗户里，招引这些魂进来。我已经开了灯了，等一下。这样吧，然后把这个滤镜打开，关掉。看到了吧？看到了吧？合上，太光了好像，对着外面，这样就没光。出来，你们这帮人，这里的经理给你给我听着，这里的经理，你听好了，我现在来接你的班，你已经被撤职了，快走吧。如果你不想我当经理的话，麻烦动一下东西，弄一些声音出来。哎呦，我操！有块东，有块东西。水壶。怎么我那个东西从头到尾没响过呢？拿出来看看。26.2度，怎么？哎，有风扇？哎，不是风扇吧？哎，保险柜，麻烦你过来这个机器旁边。这里的经理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这里的经理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如果你还想干的话，你过来这个机器那里，对着这里，不管干什么都好，过来一下。你还想不想干？我就问你，我现在给你机会。喂，电磁炉吗？这是风扇是吧？我操！哎呦我操！这里还有电？哎，我操！哎，我操！还有电吗？哎，我操！怎么不转的呢？我操，这里还有电！这里不是废弃了吗？怎么还有电呢？哎，等一下，如果有电的话，这盏灯是不是能开呢？我操！
门开，给你们看看，这盏灯能开，我操，这风扇还能用。就是这么说，电磁炉也是好的咯。我他妈的，我要开着这里吓死别人。对了，你这里的经理，这里的经理，先把灯关上。这里的经理，如果你不想我浪费这里的电，你就过来。会呗。这里有人住，我看不像哎。这里有几块玻璃是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刚刚都看完了吗？我操！又有桶。开开灯，灯。后面有东西吗？这是什么？这里有电，这里好像是新的，这里好像是新的。我都，哎，保险柜，对了对，保险柜，关灯，开灯不爽。几点了？9:03，没密码打不开，什么年代的保险柜啊？没标签呢，走吧走吧，我灯不，我风扇不关了，如果你想让我关的话。你麻烦把门帮我开一下，我出不去。你想我走，就把这扇门开，打开。不开是不是啊？不开我就不关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如果这个房间的灯都能开的话，这里有一条光管。这个是什么？诶，麻将，白的，诶，掉哪里去了？我操，这是一捆香啊！是一捆香是吧？还没开过的。要不要点了它？哎，没打火机。早知道下次带打火机过来，试一下开这盏灯。哎呦我操！踢到什么了？捡垃圾的？
我操，把虫都吸引过来了，不是说这盏灯就吸引虫啊？这件什么衣服啊？我开灯看一下。哦，给你们看一下。诶。什么声音？刚才响了两下。是不是你弄的？刚才那个声音，刚才响了两下，是不是你弄的？如果是的话，再弄一次。走吧，哎，我想把门开了。你要我出去，你想要我出去就把门开了。妈的！切换。我都把虫全引过来了。你们这帮人就一个都没有，我操，这么容易翻的吗？是不是这把钥匙？如果真的是，我打死你！幸好不是。开着灯，继续走。哎，我操，几点了？9:10。我操！这是什么？哎呦我操！又是锁了门是吧？窗户呢？
窗户都锁了，这个看看有什么。哦，东西还挺多，还有个柜子。喂，谁？还开吗？把虫子都引过来了。看到了吗？燃灯，紫色的，放这里。你们看到的。你们看到的魂，看到的灵体都过来一下，我有好东西给你，听了吧？这是，哎，等等等等，我的手套。呦，我操！把什么推倒了我？诶，后面还有一个房子啊，为什么？诶，哦，那边还有一个房，肯定有，这里很多房子。坐坐后面啊。什么都看不见，要不直接照吧，不用反射吧。你们看到有东西吗？多少？能看到吗？能看到，我也看到。没有毒素。哦，没戴口罩今天。不戴了，算了。不知道为什么手电筒那么烫。虫又来了，我相信。看看是不是很多虫。下一个。这是什么房啊？有没注意看？没牌子。这有个福字，撕了一半。喂！光管都快掉下来了，有开关吗？没有，本来这里应该有一条开关的，被拆了。这是掉下来的吗？
下一个房间。空的。空的一个房间。哎，有后，哎，有把扫把是吧？看不见，沙子，关门。他妈的，关门！那么多房子，诶，这里有张，有张沙发和抽屉。最后一个了，后面没有了吧？哎，还有，哎，其实不开灯，全靠这个屏幕，还是挺有意思的，还挺刺激的。诶，这里这么大的，我操，应该是办公室吧？有没有标签那个门上？没写。我估计有电。诶，我操！诶，我操！操你妈！关！哎呦，我他妈的！再来一次！这不敢是吧？是不是不敢？我知道你在这里，我不用找你出来。你把这个电视打开，把这个电视打开。咋就不关门了呢？我再试一下，是不是这门的问题？好像是这扇门的问题。
还是会关。诶。如果这么说，这里应该是有电的。那如果你们不在这里，我要把你们找出来。看这盏灯没有？看到这盏灯没有？看到了，马上过来一下，就照这张凳子上面来就可以了。我就这样开着，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风扇？是风扇吗？风扇已经拆了。哎，我操！还有电这里。调大一点，调大一点。哈哈，居然还有灯！等一下，光管呢？光管拆了，这条呢？居然还有电！什么时候废弃的这个地方？不要，别掉下来啊！反正很热。喂，我操！电视机也能开吧？这块是什么？不知道。电视机。这是这个是电脑吗？100A 100安。这是什么？没见过。电视机，这个呢？烟灰缸。电视机能开吗？开关呢？这种电视机应该有开关的。没开关不可能。好像能开，算吧，不开了。这风扇是牛逼。好了，我走了，风扇开着吧。如果你不想我，你如果想我关了，把风扇关了，你把电视开一下，我就马上关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滤镜开着，看到没有？出去吧。不要出去！有一个人站在门口，就吓死我了。
不要管，不要管，不要管。就是没了吧？等一下，我上车拿口罩再继续拍。垃圾桶。门口都没了。哦，这里。哎，我操！哎，有冰，我操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浴室是吧？这下子没灯了吧？这里。这里有扇门，浴室是吧？是不是有很多？我记得这里有一个女的工人在这里洗澡，好像摔倒了，然后头撞到那个墙上，就这死了。是不是很不幸运呢？这个冰箱应该还有电是吧？我操！真的有电了，等一下，我开那个，你看看，我操，还有冰箱，还有东西在这里呢，面包，什么时候的？哇，这灯先关了，我自己看看。哎，我操！你他妈的倒是关了，关一半不关一半的，关门。拿到这个东西，我自己看一下。哎，找到了，在这个顶上，你能不能看得见呢？我读吧，生产日期2019年9月20号，啊，9月20号。保质期到2019年9月29号，那不是很久之前的啊，谁放在这里的？看一下这一层，上面这一层没灯，哎，没有，谁放在这里？都过期了。哎，没开灯吗？开灯了！我老子他妈的把它拔了，信不信？你再不把你不你把门全部关上，我就不拔。哎，算了，别搞了，冰箱开着开着。
出什么声音啊？是不是有声音啊？20度，怎么那么冷的？外面28度啊！对，我刚才一打开这个房间的门，突然觉得很冷。你说你是不是在这里？回应一下。你们听上面是不是有声音？妈的，什么东西在上面响？你们听到吗？24.1度，这里房间特别冷，特别的冷，我感觉比外面冷多了。有麻烦回应一下，回应一下有那么难吗？一般有什么出现的时候？有魂出现的时候，都电磁场探测器都会有声，都会有反应。这个读数现在没有。我操，听得见呢，好像脚步声啊。我先出去了，看旁边，是旁边，是不是旁边传过来的？有个洞的，为什么这里？这是不是一盏灯？没光，这盏灯是吧？有点尿急，觉得等一下，我先看看看完这个房间。这边传过来的，我进去听听看有没有声音。这边听不见。没有声音，这边没有声这是个钉吗？哇，这边也很冷啊！我的脚突然觉得冰冷的，这个房间还是24度吗？不会呀、啊。还是24度。24.3度，我总感觉这两个房间都特别的冷。你们在的话，麻烦出来一下。24.3度不变，我关一下机再开一下。不是搞错了，没有24.3度，看到没有？这两个房间都冷，感觉得到明显，很明显。
然后我把这个录像机对准了，哎，这里才是。有没有看到什么异象？你们刚才没有的话，我继续。我现在拍一张照。哎，怎么没声音？是不是走了？哎，没声音了。好像真的没声音了。几点了？9:41。后面没东西了，没东西，我先回到车上拿个口罩，原路返回。刚才的风扇还开着。哦，不是那里变冷了，外面也变冷了。反正这边走完了就要走那边，然后我去车上拿个口罩，不敢走得快，怕摔倒，路都看不见，全靠这块屏幕。
诶，这挂的是什么？哎，对啊，我听说这个红外滤镜现在是关着的，红外滤镜可以透视是不是啊？加了红外滤镜之后，在白天可以透视比较薄的衣服。这就是一件衣服，很厚的衣服，是衣服吗？我看一下，是一件衣服，是一件马甲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件马甲，好了，下一个地点，先回车上，先回车上。我先暂停一下，等一下就出来。啊，我的口罩已经戴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边是什么？今天的视频可能有点长，不知道要不要分两段发。这边不是看过了吗？那个，哎，没看过，没看过。很高，这里是这个门吗？没看过这边。次性告知单？什么叫次性告知单呢？一次性告知单什么意思？我开灯看一下是什么叫？你们知道什么叫一次性告知单吗？我开灯看一下，哦，是注册那些注册的部门，门头沟区。那个是什么？踩到什么？我操！
现在去哪里呢？这边走了，沿这条路走吧。我操，怎么那么大？我刚才从刚才那个后面的房间看到这边有一个房间，看到了，就去这个吧。我们玩了多久了？又看不到，9:51，一个半小时了吧？哎，这个钥匙真的。哦，不是这个钥匙的声音，是我车钥匙的声音。吃宵夜，哎，虫子。诶，怎么有堵这样的墙？这是窗户吧？铁丝，也应该是守门那种吧？你们不要看到这个屏幕，感觉很光很亮。哦，我这里什么都看不见，只有这个屏幕能看见。怎么这里还有一排建筑啊？这么多建筑。没有标什么房间吗？锁了。哎呦，我操！这是棺材吗？这是不是棺材？你们看，哎，好像是实验室。你看这种封闭的箱子，哎，不爬进去，那么难爬。哎，我看看能不能在这里开门。哎，开了。看看这里是不是曾经做过什么实验？难道那个朋友跟我过来说就是说这个吗？难道病毒是从这里爆发的吗？好像是那种实验箱，这里有个盖子。然后这里有两个手的位置，做实验的。这里也有一个实验箱，这个还没开。对，就是这种实验箱，没错吧？做过什么实验呢？这里看不见。看。
这是堵住了一，水泥封住了一扇门吗？水泥封住了这扇门。就是刚才那边的那一排，下面那一排。喂，顶都穿了，顶都没了。诶，有条丝看到了吗？蜘蛛网是吧？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追！空箱子。诶，这里有盏灯，是不是有盏灯？开关呢？我操！楼梯，空了。我操！妈咦？好像也有那盏灯是吧？是这个吧？还是空的，几个房间都没有东西。诶，那个黑色是什么？看到那个黑色东西了吗？像不像死人？像不像一个魂在那里？
还有吗？都没有棵树在我前面呢，还有一个房间是吧？锁住了，就没了是吧？看看那块黑色的布是什么？可以看看里面。诶，那个是什么？灯，里面有些什么？哎呦，我操！好了，后面应该没有了吧？有间房子，继续吧。那是厕所是吧？男，看到没有？有个男字，那是男厕所。怎么没有魂呢？这里面，荒山野岭的，一个魂都没有。诶，等一下，这里有两条电线杆。我操！还等看路，这里好了，这条路是正常的路。好了，我现在进男厕所。讲卫生。老子不讲卫生，行不行？厕所，这边是小便的。拉屎的这里是。哦，你给干了！你看有没有屎啊？有屎，我给你们直播。没有。现在也拉不出，那就算了，下次吧。男厕所，理论上另一边就是女厕所。女厕所，我操！女男，那女应该在另一边，怎么出去啊？好像没有女的在那边。
那边怎么能去呢？我看看路，我开一下灯。那边是不是女厕所？我现在开着灯看路，你看看，是不是开着灯看路？等一下我给你们彩色看一下。那边应该是女厕所，不过路都没封，可以走。怎么女厕所弄在这角落里面的呢？哎，这不是女厕所，字都没有。是女厕所，有几个坑，一二三四三个坑，一二三三个坑。这里的妹子听着了，赶紧出来，赶紧出来拉屎。彩色给你们看，太黑了还是？看到这盏灯没有？不看，你们都不出来，这里又没门又没东西。现在我开着灯走路，小心！我操！刚才进来的衣服，先过去吧，不想再摔了。返回，10:11。就是刚才那个实验室，那个厂房看看吧，
很大的厂房是吧？好像锁着门。是一把新的锁，是一把新的锁吗？哦，是一把很新的锁。厂房进不去，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喂，看不见，窗户看看有没有窗户啊？没窗户这边，这是哪里？这是哪里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咦，没有。这里能不能开？也锁了，看到，看到锁没有？看看里面有什么？都看不见。继续走。这里还有个房子呢，这个房子从哪里进？应该有路的吧。又看到一个房子，先看这个，我操，很大，会不会又是锁上了呢？这么高的，没楼梯上去吗？妈的，要爬上去吗？不可能。诶，我操，烟通！
运行中。全是木头。封住了。这是什么颜色的绳子？过不去，进不去，看看另一边吧，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仓库之类的。有盏灯。看这个油库吗？这是我操，还没到，有个楼梯，要爬上去呢。哎，有门！我操！这木板不稳啊！我操！不能不开灯了，不开灯再不开灯，我摔死了！这是灯。这里可以拍到里面，它是一个工厂，我感觉。
哦，里面是一些机器，我看到了。怎么还有东西顶的？进来了。这里面有什么？我操！哎。先下来。怎么这盏灯发光的呢？是我的反光吗？我关上灯，确实是我的灯。这是什么？你看这边，哦，有个，机器。这是灯，这是按钮。哇，全建在这里面的东西。类似的吧，这个是。这应该也可以开。这才是什么机器？
几点了？10点半。哎，10点半。对，10点，2个小时。现在才2个小时吗？你们看看时间，看进度条是不是才2个小时？这里东西比较多啊，那我可以用彩色拍一下吧？不行，这里可能有很多魂。你看看，这是工厂加工的地方，肯定出了很多很多的事。如果你们在的话，这里的工人，如果你们想加工资的话，麻烦把随便弄点声音出来都可以。我现在等着你们的回应啊。不想加工资是吧？不想加工资是吧？你们？你们为什么会死在这里？你知不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们为什么会死在这里？就是因为你这帮人蠢，智商低，才让你们来这里工作。你们就该死。诶，那个是什么？诶，是不是个香炉还是什么？那个点香的那个座。过去看看，这里好像过不去，走这边吧。PC30-4 是什么？开关。为什么我手表是看不见的呢？难道我要打开滤镜吗？也看不见呢。不知道为什么。诶，好玩这个！等一下，重复一遍。这没有狗叫。你们重复一遍，重复一遍。去看看那个，又踩到那个东西，好像是那种。真的是，没看错，这就是装香的香炉，不是香炉，是那个座。哇，这个都坏了。对。
怎么中间这个东西没有了？那这样吧，来，给你们看看彩色。诶，哦，这有个插头，有电吗？这里，没电，上面有什么？钥匙。哦，是不是外面那扇大门的钥匙？好吧，在这里。麻烦各位神灵，在这里的妖魔鬼怪，等一下，我开红外。这里的妖魔鬼怪，这里的神，这里的精灵。如果你们能看到这盏灯的话，麻烦都进来一下，是不是要我把这两扇门打开才行？嗯，怎么样呢？这里的魂，灵体。听到吗？可能太小声，你们听不到。我用手机拍两张照片呢。开闪光灯。这位置再拍一张。诶。这里再拍一张，你们在的话，出来一下。是不是真的要我把那两扇门打开才行呢？我看看刚才那两把钥匙，我先把灯开着。你们要来的，赶紧来！我这个门通道不能给你们打开太久。里面还有一把，为什么那么多呀？里面还有四把，是这个门的吗？我去看看。要出去，这个麻烦，不出去也行吧？不可能是这个门的吧？不行，锁在外面呢。这里的魂，出来！
这么胆小，我就一个人来，你怕什么？不出来是吧？这是什么反光啊？我去看吧。咦，水龙头？几点？快11点。哎，不出来就不出来了，我就把电筒拿走了。两个，倒下，倒下，再玩玩那个车轮。诶，这是一条皮带是吧？皮带上面的是什么？诶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这个怎么读？不会读，你们会读吗？两个都是，三个都是。车轮呢？车轮在这里。这才是真正的车轮。等等，让我先玩一下这个。哎，这么好玩的东西，你们不出来玩？我跟你们说。最后一遍，想加工资的把那扇门打开。如果不打开那扇门，你们全部给我。咦，我操！刚才那只是什么？这才车轮。不开门是吧？那我就走了。你们这帮傻工人、智障的工人就继续留在这里吧。不、哦。
忘记拿钥匙，算了算了，不是，反正都出来了。看看后面还有什么鬼。没了。好像还有，我操，能看到星星！给你们，能看到吗？关红了，还暗了。真的能看见星星，很多啊，还很多啊。居然在门头沟这种地方还能看到星星，不是？对，不行，他妈的，怎么可以跑呢？看看地图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你们看不见，看得见，看不见，太黑了，看不见。这里还有两家，这就是刚才的工厂。后面还有一个房子，我上去看看。走到顶应该还有一个房子，加快脚步。
小声一点。上面有辆车。飞机的。飞机的，不行了，分开点。不是飞机，自行车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一般来说。好了，还有一个房间刚才没看，看一眼就走，好不好？到哪里了？跟电筒的光越来越暗嘞，是不是？电筒越来越温了，越暖了。
是不是就是这个房子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没搞错。这是什么？锁了，看一眼吧。刚才看到就是这个房间吧，就是这个，然后这个我们去，就是这是个仓库，又是进不去那种，我估计又是跟刚才那个类似的，不过应该它有个门可以进，哎，算了，都差不多。这个进了吗？进了。诶，不是，是开了。有人进来过吗？看看我的车上有没有人。好了，上车。耶，我的钥匙呢？
关机。全是灰尘，几点？11点。22度，你看看。22.8度，喝水。脱掉手套。今天吃宵夜吃不成，变得来到这一个这么大的地方探险，这叫什么？哦，这叫厌世碳酸钙厂，上面那几个字。然后它这里旁边那个字是什么？没看见。原来这不是吃宵夜的地方。原来是一个工厂，废弃的。他妈的，还说在里面等我吃宵夜。但是后面那辆车会不会就是说传说中那个什么那个谁，那个老同学，就在那里等我呢？灯也不开，又不来门口接我。哎，算了，不吃就不吃吧，回去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我们下期再见。